来老板，老板好。你跟谁讲话？你啊，跟我讲话。为什么叫老板？这一听老板，谁是老板？坐一下。你我帮你拍一张。怎样啊？你站在中间，你不要再撞胸部行不行？干嘛？干嘛去啊？那不是把乖头当狗？你怎么摆这里？我都请他帮我拿一下，我没有说得拿啊。那你可以请他来帮你拿一下饼干了。哦，你叫我拿饼干了？对啊，我没有对拿饼干，是老板对拿。哦，老板老板，老板就是那个。哇，哎、欸、你这是个斜卡，我怎样啊？斜卡，饼干放装了放在那边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刚好那个人很主动，他自己站在那边给我拍。他叫我拍，他叫我站好。我不要啊，不要！你叫我去而去哦、喔。你叫我去而去哦、喔。你去哪里去吧？快去！是练成的。哎，那刚刚动作哎，马上。不知道这边。你因为这个有人留，因为留西门町那个名字，你信不信？干呀！那叫什么？王家宝，王家宝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，帽子拿掉一下。不像啊，像不像啊，哪里像？这样就不像。那剪头发就不像。长头发就比较像吧。长头发比较像。你可以说长头发照像流浪汉。照片，还是谁忘记？有人丢照片给我，应该是观众，他自己合照片给我看，然后我是真的有笑出来。哈哈哈。TV， 对。哇，看一下真电竞套房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是胶囊屋、喔。哎、欸，不是说只有四台电脑吗？哇。哇，果然是周董花钱做的。周董，哇，已经 player 了。对，待会就是 POE 战队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只有四个床，那、啊、他睡哪里？啊？他睡哪里？我们轮流睡啊，我们是工作室啊，我们要轮流睡啊。哦，好好好。OK 啊，我们就住这个地方啊。哇，这个你们详细的就看其他人拍的影片好了。反正他们今天就是一直。要打 POE 啦、啊、我是顶多玩个风之谷而已。我不会叫你充一只角色。哎，那你就今天限定、啊。我就忘记我账密了没？现在办一个没？可以啦。GGC 账密没忘记办一个啦。我就没有在玩 GGC 的东西啊。没有啊。我没有啊，你看他 GGC 有储那么多，你忘记？我 GGC 哪有储？哪没有？哦，刘安那也才三四千而已。哇，三四千而已，他昨天才亏四千而已。你今天跟他讲三四千而已，他昨天哎。他昨天抽了四千块，都是冷色。跟他讲一下，三千而已啦。没有吧？哎，就是有些人有钱的就。哎，我看你又抽了，好心的。我看。那个那直接开机，怎么开机？好了，开机呀、啊，开机了。对，你昨天真的花三四千抽东西啊？对啊。那、啊、你知道什么？抽到一堆垃圾啊！哎，我都看到了。这不是开机啊！你再来一次，你再来一次，你再来一次。哈哈哈！哦，有鬼哦！我来试一下浪漫。好、啊，浪漫，浪漫。那个门就坏了。没有，浪漫是关掉了。你看看门，这哪里浪漫？坏了。哇哇，好浪漫哦！还可以关哦。哇，这哪里浪漫？哈哈哈！不知道这个浴室是真的不能洗澡，这到底是三小？哇，我要去洗，然后你们裸拍我，是不是？踢爆补习班啊！对啊，踢爆啊！抄袭补习班，抄袭抓到。桃园鬼店。你说什么不满啊？对啊，有什么不满？你说不满，刚刚不是在靠北靠步？完美啊！完美啊！怎样完美、啊？你刚说牛肉面怎样？牛肉面没有怎样，300块合理啊？哦，合理哦。你刚录之前在讲哦，我手机拿起来前，刚刚在靠北什么？没有，我们在靠北啊。靠北。牛肉面五六块牛肉在里面呢、欸，他都附注了，300块钱完全合理啊。你外面都是这个行情。你是内湖小熟辣子。哇靠！哇，划算哦！欸、不过东西好东西不多，嗯，那等下上来里面的东西不多，你会怎样？啊，里面东西也不多。对呀、啊，那一定是品质啊，代表说那牛肉一定很好吃。你这样把影片被拿去乱用了嘞？那吃饭？啊，你要说不买啊？对啊，说不买啊？没有，没事，开心憋住了。好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好帅哦，你真的好帅。帅呢、啊，太帅吧，偶像。这是我们的中路野兽，中路野兽。旁边那个是偷考死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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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啥嘛，没什么。走了走了，吃饭吃饭吃饭。你不捡起来？简单，你要不要给我买长袜子？我一颗卖你六十就好。哇，我剩不到六十块，我剩五十八块，你给我哇，我五十八块吗？你刚才坑我一块钱，两块钱要给我的。你这给我的，好了，真的吃饭了。送他，手加上去哦。哦，我不敢吃啊！快走开呀！靠背哦！走开呀！你在看呢、啊？你刚刚在干嘛？啊？你在干嘛？没有。又没有了。对啊，好像你们两个这样镜头拿起来要变个人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哪有？我靠！啊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没事，不干你的事，这次不干你的事。他刚亲我一个，真假的？对啊。屁！情人节都过了，还这么甜蜜？我靠！心里话。俚语好恶心，哇，都你的局耶！哇塞。反正啊，壮，你不是今天要请吃饭吗？谁要请吃饭？你要不要刷卡？你刚自己讲你要刷卡，对，我要刷卡，但是我没有请啊。王者，确定了，两间一起睡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啊，不怎么行，我不想跟你睡啊。哇，你跟他睡会没位置。两个那么大只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跟他睡。我们又不是没一起睡过，是没错，可是应该一起睡比较好啦。今晚一定要抱他睡。我肯定，你们两个行过房嘞，行过房。你刚刚那个要拼大题。那个在谁手机里？我手机我装清楚啦。你就裸睡，我就没有得睡。哦好，开心。没有啊，没有让你睡啊，你要玩 POE。关你屁事啊！关你屁事！关风之谷的闭嘴啊！哇塞！哇！一个轮回可以卖到三万块的东西，很屌的。你现在跟他闭嘴，对不起啊，开玩笑。你要不要知道玩风之谷的屁？不，你要不知道玩风之谷人有多少？玩风之谷的东西屁股多好，多好。他，我跟你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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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谁啊？他谁？他战队老板啊，钟培生。对，战队老板。我干，钟培生，三哥。然后老板请吃饭，你要请客？我操！哇，你在拍我？对吧？你看我都要请客的意思。你想干嘛？我先反制你，我跟你讲。来结论。献上我的爱，来送给你，来送你，来拿着，你拿着，来先送你一朵玉兰花。哇，你都收哎，来小黄花，哇，小黄花，故事的小黄，小黄花，葵花 ，OK， 哇，童年的糖，好浪漫，好浪漫。你等一下给我700整，为什么？我吃饭不给钱哦。我没有吃饭不给钱啊。哦，那你等一下给我700整啊。那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638加62块的那个服务费啊。那你还欠我8块。我还欠你8块。走，692啊，给你700，你要找我8块。638加62，我欠你八。哦，638啊，我以为630。欸，讲清楚，712块。没有没有，上次我们去那个哪里？哎，我多赚2块给你，还没赚多。那你等下740块就好了。好、哦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们个性不合。因为740啊。那三件结是一二二的。我要自己拿钱结，干嘛帮我结？不是哦。
不值一提吧？对嘛？我钱都准备好，就是要来付钱的。啊，不，你别乱，你别乱嘛，你别乱。哇，袋子都结好了。靠北，我很喜欢穿这种裤，我就给他的颜色看，方便啊。来一个颜色，白一点，然后鸡鸡摆在大腿，只有你知道，我哪知道？我很想笑。好，大家要给我七百四，你给我七百啊，就这样好不好？你觉得合理吗？我又不合理，好感人，我去你们了！你钱包里面有钱的，你就想要拿现金，好不爽！我早想自己付啊，干嘛？你干嘛这样自作主张？我感人。你要刷卡结账，你也不先问我们说，哎、欸，我刷啊，你们等下给我现金。这个程序都没有经过，叫我给你钱不合理吧？赚到了！吃完这顿饭还要制造大大的困难。等下回去，我让你们两个觉得合理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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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大便一片，直接上场。还是我没看到东西。弄他！不要跑，干助理啦！笑声怎么几百呀、啊？干你妈！现在早上不睡觉，他妈要洗澡去翻人家内裤，还把人家内裤拉！操他妈！我他妈想说包包我呀！你拿一拿，你看到内裤你来认一下。想我们臭鸡鸡，干你娘！我想说他妈什么时候穿蟒蛇纹的内裤？干你娘！小毛他妈小蟒蛇当做自己大眼蛇哦！消防队，新竹师啊！干你娘！今天还没变皮啊？六万小姐妹，奥格玛也没啊？啊，真娜到底有音乐声？啊，真娜到底那个到底现在是怎样？